飞机起飞了吗？哎，考得这么差，上不了好的大学，也只好去境外念大学了。现在你跑得这么大老远的，真是担心死我了。妈，先不跟你说了啊。 下飞机，还没到啊？嗯，还没呢。我现在在公交车上，估计一会儿就到了。哎，可真够远的，那你吃饭口味也不大一样，你能适应吗？妈，像我考试成绩这么差，能有学上就不错了。那也是，也难得有这个机会，路上累吗？还行，机场离学校也没多远。妈，你今天工作不忙吗？ 怎么老给我打电话呀？妈妈就是担心你嘛。我已经长大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在妈妈眼里，永远都是孩子。要是家里啊离学校近，妈妈还可以照顾照顾你。现在你跑这么大老远，真是担心死我了。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好，能不能睡好。 我会在宿舍按时睡觉，也会在食堂按时吃饭。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，黄女士。你在宿舍不害怕吗？有什么可害怕的？可从来都没有在家以外的地方住过。宿舍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，还有别的同学呢。哎妈，我好像要到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嗯，好。 这是宿舍管理手册，好好看一下设施使用方法都在里头。嗯，请问一下，没有收据吗？什么收据？就是宿舍费和餐费的收据。没有，这是你的卡，丢了花钱自己补办。你看好了，一天两顿，在交饭票那儿出入这张卡就行。现在学校还没开门，早餐没有。 便利店六点开门，自己那边解决。你住哪个房间？啊？我问你住哪个房间，二楼还是三楼？我可以自己选啊。嗯，二楼两个人住，三楼自己住。三楼吧，应该安静一点。
一个人住的时候可以随意布置房间，不过一个学期结束以后要重新排房，那个时候归到原位就行。
现在是晚饭时间吧？ 6点到7点。 你是学生吗？ 啊？ 你是这里的学生吗？ 对。 几年级？ 我是这回刚来的。 新来的？ 对。 开学的时候是这个时间吃饭， 假期的没有的。 要是假期你要在这里吃饭， 就早一点告诉我。 那 三楼吧，应该比较安静。很安静，三楼没有其他人啊。喂，妈，晚饭吃了吗？吃了，在食堂吃的。你给我的地址是对的吧？对的呀，怎么了？寄了个快递，明天应该能到。 寄什么啦？花茶，你最爱喝的，你给同学分点儿。这里都能买到呀，干嘛非从家里寄？明天几点开始啊？啊？哦，你说新生说明会啊？就是说明天下午，具体几点他也没说。 什么时候办呀？还不知道呢，定下来会通知大家的。因为新生说明会才提前2天来的。请问一下，图书馆开了吗？嗯。那我去准备一下功课吧。 这是什么呀？入学礼用，每个新生都有一件。谢谢老师。
喂，妈，我刚在图书馆没听到。你收到快递了吗？还没呢。哎呀，明明说今天到的啊。没事儿，要是到了的话，宿舍楼管会帮忙保管的。我待会儿回去问问。那个新生说明会怎么样啊？啊？不像我，不是说有说明会的吗？哦，挺好的呀。都干了些什么呀？就相互自我介绍一下。妈，家里不冷吗？不冷啊，怎么了？哦，这里有点凉，可能因为在山上的缘故吧。宿舍冷吗？宿舍不冷，挺暖和的，热水也很足，你就放心吧。晚饭吃了吧？我待会儿去食堂吃，你也记得按时吃饭啊。别担心我了，那我挂了。嗯。干嘛？那个，这是我的座位。是你位置的话，至少要留本笔记本电脑再走吧。笔记本电脑有点，我把我的书和书包放这儿了。所以呢？这旁边不是还有别的位置？你是要让我到其他地方去是吗？你是让我到别的地方去吗？干嘛发火呀？说不想去不就行了？请问，什么事儿？有人住进三楼吗？就是我隔壁的房间。哪？三楼。没有人，三楼没人住。啊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
是谁呀？我，我叫张友美，物理治疗系二年级，很开心认识你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谭阳台进来的呀。你和我同岁呀、啊，那你是重读了吗？还是晚入学？因为生病来着，所以休息了一年。什么病啊？啊，抱歉啊，我总是这样，好奇的话就问东问西的。我知道要改，但总改不掉啊。刚吓到你了吧？对不起哦。没关系。你不要这么拘谨嘛，咱们做朋友吧，反正同岁嘛。嗯？你看，笑一笑多好嘛。对不起啊，刚刚吓到你了。我看你吓成这样，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呢。刚才那样子，谁能不吓到？我也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跟你见面啊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胆子这么大呢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啊，腿抽筋了，刚刚急着爬床底下。你会答应我的请求吧？三楼啊，根本不会有人上来点名，没关系的。只要你不说啊，绝对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如果不住宿舍的话，我就不能上学了。家离得太远，也没钱租房子住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可是，你是因为什么被赶出宿舍的呀？因为泡面。泡面啊，哎呀，这一到晚上吧，我就特别想吃泡面，于是啊，我就借来了瓦斯炉，在宿舍煮泡面吃来着。这反正啊，第二次就被赶出来了。你知道的吧，扣10分就被赶出宿舍了，违反炊事禁令扣10分。带进电热器扣10分，这总共啊，我就扣了20分了。我以双倍的分数，一下子就被踢出来了。在治疗的第一个阶段，我们要理解病人。怎样去理解啊？对，就是沟通。要跟一个有言语障碍的病人沟通，要比跟普通人沟通难很多倍，因为他们有言语障碍嘛。但是大家一定不可以放弃，要继续坚持下去。哪怕那医疗程序是没有结果，相当缓慢，但是一定要继续，耐心，有毅力继续治疗病人，这样才是一个言语治疗师应当去做的事。所以言语治疗师在社交方面相当活跃，但在某些时间里也都会处于一个孤独的艺术家当中。什么是孤独的艺术家？就是说全世界也不认同你，自己也要坚持信念继续走下去，这样才能做一个称职的言语治疗师。好了，大家听了这么多关于言语治疗师的情况，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。这个问题嘛，学校的意思呢，是想让大家在社会上积累多一些经验，
吸收多一点知识吧。那社会福利师呢？这科艺要修第二专科。这件事拿到资格证之后再决定的吗？当然了。能告诉我们学校目前为止的毕业生在哪工作吗？那要看你的办公室在哪儿了。最近的工资大概是多少啊？那这北大都有社保的吧？多大年纪退休啊？这么挡着门是要干嘛呀？开学第一天就是各种难受吧。没关系的呀。没关系的呀，怎么可能没关系？你没课吗？待会儿有，不过啊不准备去了。为什么？跟你玩啊。哎，你有没有在学校里面逛过？还没呢。走吧，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好玩的地方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嗯，要是好好打理一下应该会更漂亮。为什么选择了言语治疗系啊？我想当言语治疗师。我接受过几年的治疗，因为言语不流利障碍，所以我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些和我相似的人，而且过去我也没有什么梦想，因为口吃，我总是回避其他人。那怎么不好好学习，直接考好一点的大学？我没有想进入大企业，拿高年薪的想法。能拿高年薪当然不错，但是也会更累啊。我只想拿着适当的工资，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也是，我想啊，来这里的学生有一半都是这样的想法。我也是。不过有点奇怪。什么？这里的学生怎么了吗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冷冰冰的，还挺吓人的。我以为来这儿的学生都会是自己追逐梦想的人，会很热情，但是跟我想象不太一样。那我呢？我也冷冰冰的吗？你是最接近的。什么？我想象中同学的样子，你是最接近的。你这是夸我吗？哎，你想象中的同学是什么样的？就是你这样的不学习的学生。什么嘛，讨厌。可能大家都会感到不安吧，这学校啊实在没有什么名气，甚至在技校里边读书啊都算是有问题的学生，一切都得靠自己啊。要准备资格证考试，要积累经验，还要搞好人际关系，这一切都不容易。所以呢大家就会不安，不安啊就焦躁，哪有时间跟人家热情。可是我想的刚好相反，我以为大学会有浪漫，
你说的浪漫是指大学不应该跟高中不同，不是吗？现在除了不穿校服，其他的都一样。要是这样，还不如延长两年高中时光。延长两年高中时光，听起来不错嘛。这一年呢，就拿来考资格证书，另外一年呢，就拿来考公务员，刚好两年。现在啊，图书馆里的学生都没几个在看专业书了，全部在准备资格证考试，还有公务员考试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大家都怪怪的。学校一定会想到解决的办法的。放心吧。希望吧。我带你去找浪漫。找浪漫？这算哪门的浪漫呀？这多浪漫啊，在一堆考公务员还有资格证考试的人群当中，堂而皇之的看小说。这不叫浪漫，这叫奢侈。也许是吧。哎呦，管它是奢侈还是浪漫呢，多有意思啊。我们只看一个小时，看完我们回去吃晚饭吧。可是晚饭怎么办呀？现在食堂都关门了。准备煮泡面吃来着，看看宿管到底是不是狗鼻子。这栋楼是干嘛用的？看起来像是新建的。什么研究所？那是原来的放射线研究所，放射线系学生们实习的地方。那为什么贴着禁止出入？因为放射线系没有了呗。为什么没了？学生减少了就没有了呗。走吧。去了，也太不够意思了。尤美，thank you.
美。尤美，你怎么了？尤美，没多久，看你睡着了，我就躺下了。你怎么啦？做梦啦？嗯，快洗洗吧。啊？你今天不是第一大节的课吗？哦，对。快迟到喽，再睡会儿。我今天第三大节的课呢。尤美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怎么回事啊？等会儿我问问看。现在根本就没有热水了。我问问看。为什么没有热水了呀？等会儿我问问看。啊！感冒了吧？我去给你买点药吧。我没感冒。我就是嗓子不大舒服，我呀从小毛病就多，喝这个喝惯了。肯定啊，是因为天然气管的问题，去年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这天然气管一坏吧，开关就自动关闭了，也没有热水了，也没办法供暖了。放心吧，应该很快就会修好了。嗯，要不回房休息啊，今天学了够多的了。今天就看小说了，哪有学习啊？看小说也是学习啊，学习人生，这多重要啊！
等着啊，我去帮你把东西拿回来。哎，一块儿去吧。您就待着吧，身体也不好。这个时候使唤我啊，以后我才能使唤你呢。哼。你要是真的感冒了，就告诉我，我准能治好。怎么治？你不知道吗？二锅头加辣椒面啊，把辣椒面放进二锅头里面，干掉，第二天啊，什么都好了。道听途说？不是道听途说，我做过临床试验，是真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还不相信我呢？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我不只是因为泡面被赶出宿舍的，泡面只是其中一个原因，还有别的。还有什么？我喝的大醉啊，回到宿舍，而且还是12点钟以后呢。宿醉归寝5分，超过归寝时间2分，再加上泡面20分，你都够被赶出去3次了。我也觉得我被扣的分数太多了，所以呢就不能重新申请宿舍了。哎，我估计啊，我这要等到毕业之后才能补回那些分数呢。英妹，你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昨天梦见这儿了，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？干嘛进去啊？好奇嘛，我想知道跟梦里是不是一样的。我们待会儿就出来。真心，我们回去吧，这是违反校规的，说不定会被罚。等一下，那边好像有个教室开着门。咏美，
到底去哪儿了呀？喂，你好，我是三楼的学生。干嘛？请问一下，什么时候能来热水啊？我在问呢，再等等。可是现在好冷啊。年轻人怎么那么不抗冻？穿上衣服盖上被子不就行了？再等等。还有，有话下来说，不要打电话。我们做言语治疗的时候，永远都要存在一颗奉献的心。除了我们要有专业知识之外，很多相近的学问我们也要学习的，例如社会学啊、心理学等等，也有很多哲学的书籍对我们言语治疗都有很大的帮助。真心，我们回去吧，这是违反校规的，说不定会被罚。你怎么来这儿的？回去。什么嘛，我找了你
好久，你电话也不接。我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能来这儿。回去。到底为什么？快回去。那我们一起走。醒醒，快醒醒，真心，醒醒。醒醒，真心！醒醒！快醒醒！真心！醒醒！尤美，怎么了？在梦里找你来着。为什么找我？担心你啊。担心我，所以找我的吗？嗯。你不在，上学都变得无聊了。你喜欢我吗？当然了，喜欢你才和你做朋友的呀。尤美，研究所里有人吗？怎么了？总是梦见那里有奇怪的人。不要去那里。都说是在梦里啦。梦里也不许去。为什么？原来亚洲女子大学的理事长被发现贪污公款后，为了销毁证据，她在楼里放了一把火。那些资料烧掉之后会怎么样？资料没有了，就等于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。学校的学生、毕业生，所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伤害，感到怨愤的人们就都聚在了那里。真的？你千万不要再去那里，都是些可怕的人。什么事这么凝重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呀？什么？感觉现在的你跟以前不大一样。那我以前是什么样的？以前你阳光自信，神采飞扬的。现在怪怪的。走吧。那去我房间吧。会被扣分的哦。扣就扣呗，大不了就和你一样生活。走吧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什么？你肯定有事瞒着我。
我？没有。肯定有，我能感觉到。你说给我听听。没有。哎呀，我得去洗衣服了。你的我也给你洗了啊。去啦。我找了你好久，你电话也不接。喜欢才和你做朋友的呀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你好，我可以跟您借个硬币吗？我是307的，我忘记带钱包了，我一会儿就给您送回来。那个，喂。喂，你听不到吗？怎么回事啊？管理室不接电话。那怎么办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您不知道谁知道呀？什么？那总得有个说法吧？没有热水，暖气也不热，现在电都停了。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那我跟谁说呀？还有四楼那些都什么人呀？那些人是谁呀？说些我听不懂的话，也不理人。他们是学生吗？你们在吵什么了？对不起。你是哪个系的学生？言语治疗系一年级，李真心。那干嘛呢？什么干嘛呀？为什么在这里闹事？我没有闹事，现在暖气不热，电也停了。那也不可以这样啊。你谁呀？什么谁呀？这是馆长，生活馆馆长。对不起啊，但是四楼那些人知道了。你没告诉大家吗？还没呢。你得告诉学生们嘛。四楼的是夜大学生，跟你们念本科的不一样。咱们学校办了不少的夜大课程，现在理解了吗？理解了。停电我正在寻求解决方案，没事你赶紧回宿舍房间里头去等着，别在这里闹，会扣分的，对宿舍楼管不进扣7分。没看手册吗？你赶紧广播一下，告诉大家现在这个情况。哎，没电怎么广播呢？哎，你看着办吧。没事，我先走了。
停电了。不是停电，是断电。啊？因为没交电费，所以断电了。没交电费？谁啊？宿舍。为什么？因为没钱。因为没钱，天然气断了，也没有办法供暖了。怎么会没钱？我们都交宿舍费了呀。真心，这里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这里不是正规的技校，它不是为了教书育人而建，而是为了挣钱而建。所以，这里不是真正的技校，是诈骗。建这所学校的人，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校。技校建好后进行招生，再用学生们的学费再建其他的技校。学校对于他们来说，根本就是挣钱的工具，而我们也不过是给他们提供钱的机器罢了。他们可能一开始就没有想好好经营这里的想法。那还有那些客座教授呢？那些教授不过是混口饭吃。你的意思是学校有可能会关门？现在宿舍断气断电，如果哪一天学校有断气断电的话，那学校就会关门吧。主人把钱都给拿走了，学校怎么可能还维持得下去？那收的那些夜大的学生呢？夜大的学生就住在楼上那些人。那些人不是学生。什么？那些是想来这儿工作的人们，东南亚、香港，哪儿的人都有。应该是学校给他们提供签证，这也是生意的一种，签证生意。那他们为什么住这儿？直到他们找到工作为止，学校给他们提供住宿。提供住宿，这也是一门生意。可是，这里是学生宿舍呀。只要不影响管理，生活馆长就会让宿舍以外的人在这里住一段时间。这是生活馆规定的第五条，这是他们早就想好的路子。所以学生跟外面的人没有什么两样，都是来到这里给他们凑人数，提供钱。因为说一次性付款有折扣，我还付了一年的。对不起。你有什么对不起的？这里是这种情况，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的。这里的学生和我都是一样吧。这里是这样的情况，如果外界知道的话，那样一来学生人数就会减少，学校也会提前关门的。大家一心想着怎么样也要等到自己毕业啊，毕业证书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大家什么都不敢说，才会出现像你这样的受害者。明明不是这样的，对不起。
这里不是真正的学校。优美，你来这里干嘛？我跟着你来的。过来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叫你不要来这里的吗？那你为什么要来？你来干嘛？是瞒着我，我说了你没办法理解，理不理解那是我的事。我跟你说过，那些是什么人，对吧？那些人不是人，不是人。难道他们是鬼？不是鬼，那是什么？学生资料烧毁之后，痛苦绝望中的学生全部聚集在了这里，想要毕业后好好生活的学生们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，可没想到这学校是乱七八糟的，努力又努力，好不容易熬到了毕业，但这一切被建校的一把火给烧光了，太过冤屈愤怒，那些受到伤害的意识全部聚集在了这里。不可能吧？你不是也看到了吗？可能都是梦啊。那不是梦，你没有在做梦。他们想重新生活，好好的，以学生身份。什么？这里太危险了，你不属于这里，你快回去，回去之后不要从房间里出来。
你先回去。睡醒之后，一切都会结束的。我会处理好的。真心，别担心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的，一定不会让你变得像这里其他学生那样。你就按照你的意愿去生活。我心里也有怨，也有恨。我和他们可以互相理解。他们会答应我的请求的。你先走，我都处理好了，就去找你。尤美，是你吗？尤美，尤美，真心，你醒了。你是？我是你的辅导员，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疑惑，我会慢慢告诉你。在开学之前，你妈妈来过电话，希望学校多照顾照顾你。我妈妈，她一直认为我精神有问题。也没她想那么严重。不过最近啊，的确有很多同学和老师反映你比较容易走神。不过我了解你的情况，因为你从小心理受过创伤，而且又比较自闭，再加上啊，刚进大学也不习惯，而且总是一个人去图书馆看这些东西，久而久之啊，就产生了幻觉。我一个人？那尤美呢？我们学校没有叫尤美的学生。怎么可能？他是我唯一的朋友。经过我们初步判断，这是因为你最近太孤独，自我保护机制下想象出来的伙伴。
当然，这也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。他不是也陪伴你、照顾你、保护你吗？昨天晚上，他把我从危险里救出来，然后他就消失了。看来，你已经在由美的陪伴下走出了自我的阴影。真的吗？那我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能见到他了？只要你想，由美就在你心里。担心你嘛，在妈妈眼里，你永远都是孩子，就是以后成家了，也还是孩子。要是家里啊离学校近，妈妈还可以照顾照顾你。现在你跑这么大老远，真是担心死我了。